太美，我们大家都觉得新人叔叔有点太凶了。哦，不是凶啊，是机车。我们的计划一定要成功，听到了吗？嗯。这什么鱼？鲍鱼。这个嘞？石斑。这个嘞？菜刀鱼。哎，你都那么厉害了，干嘛叫我当你教练？ 不是啊，你要教我们流程啊。关关的也好啊。哦，谢谢。多少钱？拿100块。哦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谢谢。那个很搞纲哎，你在小学有必要搞成这样吗？那就比赛啊。那比赛1到10分，你有几分想赢？一定要赢。那真的很难哦，你确定？嗯。好。 集合了，站好站好。哎，发一下。同学，不要玩菜好不好？食物很珍贵的。嗯。我们今天要来练基本功，没好的基本功，再好的料理流程都没有用。但首先有一部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先拿一块抹布。哎，你不要玩刀啦，等下爸爸骂你。 不要玩刀了啦！哎，同学，不要玩刀，刀子很危险。放好，刀锋朝外，刀背朝自己。我们把抹布摊平，把砧板放上去，摇一摇，这样的目的。跟我爸爸说，他这样太凶了，大家会害怕了。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我们一共有5个步骤：挖野菜，白菜的茎，削皮。 切片，切丝，切末，OK吗？5个步骤。你有切几？嗯。这就是基本的刀工啊。好，大家就位。哇，烦死。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忘记了吗？哦。直直切往下，不要横的，那个金蛋还要用的。叔叔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叔叔可以帮我拍张照片吗？专心好不好？先切菜。 这边没有削到，你把它抓好，遮住的话就把它轻一轻，刀子才会立。你要这样子哦，你用你的关节去靠。站好，手放后面，开始。甩锅，你们的背要伸直，用手腕就好了。 一个人50次开始，你不吃哦，太多了吧？以前韩明阿公教我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米烤到变黑，哎，咸，背都打直，脖子不用那么高，放在腰前面就好了。刘成，拿走了，亲戚小鬼，你自己觉得好无聊。 这真的好臭、哦！夏华梅，哎，那你看这个用完，你看这穿的都穿什么了？你都没有好，你下不了。暂停，菜都还没有完成，你们真的可以比赛吗？不行，不行吗？切菜的时候只有若晴一个人，她来得及吗？洗菜的你也是啊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夏华梅。 你要炒菜没有菜可以炒，你站在那里干嘛？团队合作，我讲过很多遍了。好，我把流程印下来了，一人一份发下去，好好看哦，都在里面哦，都要背起来，知道吗？这全都要背。不然你想象今天一样吗？这么多，那一点都不好玩。要有李白就不好玩啊，你们要参加比赛也不好玩啊，知道吗？哦。 谁？你不要用累。因为我们才第一次做菜，那就明天见啦。明天我要打棒球哎。太美，我们大家都觉得新人叔叔有点太凶了。哦，不是凶啊，是机车。你爸比10个掰卡比加起来还可怕，跟鬼一样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们跟他叔叔看就？哦，要。你
Vicky 不玩了啦，现在要我们背这什么笨料理流程，如果你爸继续当教练， Vicky 就不参加了。 Vicky、Vicky 他可能只是太累了，明天应该就好了。那再见了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